CHEN Meng from China to serve. Love all. Oh!
Left, three, five. Yeah.
見てるので出してたらどうなるか、あれさっきの腰だったら、フォア前に変化、バック前でも仕切って半分待ってて、でそこあのフォア前とかに行かなかったりとか、ああいうコンビネーションをうまくしてバック前に出してもらったら、その代わりフォア前とかメインと長いのでたまにだけ、相手が両サイドに出してくるから、だからそれをバックは切れてるのか切れてないのか、長所好吧，这个八字贴八字线总体长的是没问题，主要短的，短的搓不要中间贴反手，不行就直线理着它，不行两大脚搓下去就可以了。啊，放开打的球没问题。Second game, Hirano Miu from Japan to serve. Love all.Let one love.就是说，这个你感觉不是说很容易把它打动。你看，它都是咱们在动，是吧？但是现在的感觉啊，就是在相持这个环节当中，平野的正手的速度要比这个陈梦快。嗯，因为他还是对，因为他这个。他整对他你说的非常对，他在衔接的这个速度上非常快，对，而且他基本上每一下都有一定质量。你看他发球现在又看你老摆他现在又发一个拱了。打球啊，很聪明，变化很多，从他的发球你就能看出来，一会儿短一会儿长，一会儿长一会儿短，始终让别人对手摸不透他。对。现在陈梦呢，不要乱，是吧？而且呢，要坚定自己的实力，啊，拿出一些气势来。现在这时候就千万自己别泄气，一定要不能就他。
想好，如果发球短，要不转，该挑的挑的，都全死。然后后面自己发球换一下勾的也可以，站在中间或者站在反手上，勾住他反手小三角。要敢一出手，也打得太拘束了。现在场上的局势啊，从目前来看啊，慢慢的感觉到陈梦呢有点被动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有可能把他逆转过来。现在必须得有几个强硬的球，有几个强硬的球，气势球，气势球，哎，就是他现在就是打的他也有点慌，现在基本他站在先手以后，你看他基本好像都在他的范围当中。现在日本小将平野美宇是6-3领先，第二局比赛是5-3制。正手走，你知道现在我有一个什么感觉吗？嗯，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发球。对，没有好的发球，你说你打得多累啊，感觉全得靠实力。现在应该是发球和抢攻应该是一体化的，对，应该是一体化的。你想用正手，但你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发球。你发球不好，你没正手没机会。对，你上来就得反手来相持。现在陈梦啊，还需要振作起来啊，振作起来。这局哪怕输，也把他比分咬得接近一些。对，得有几个这个愣的球。那么我们现在看到无锡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啊，这个座无虚席，而且呢，现在交通便利了，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朋友，乒乓球的爱好者。贴一下，嗯，啊，这个球打得太高级了，平野是变了陈梦的一个直线，而且这个直线你看啊，它是压得很，哦，还真不是板边，嗯，这球不是板边，这球打得范儿很正，嗯，很直，角度很大。要一分一分的往回咬，往回扳，啊，必须要有这样的意志。对，没有一帆风顺的，但是这局你要是能咬回来，是吧？那么你胜利，你赢了80%。是。Let five nine。这个发球是动了脑筋的，对，还是要晃一点是吧，嗯，其实他刚才第一局有一度已经发得很好了。这个发球啊，就不要摆发，就是接触球的时候要突然变方向，这个需要点胆量，对，发出点质量。Thank you.
好球！你看现在啊，陈梦是不是可以稍微退出来一点，别跟着他那么快？对，这样他能够拔出手，能够加上劲儿，加上旋转。对。其实跟他打长一点、高一点，其实对他威胁也挺大的。让出一点位置以后，加上点旋转，把弧线，你加上旋转以后，他自然就出一些节奏的变化了。对。要是球长一点，不让他扫你，这球应该说。还是应该说有转机。对，就陈梦能破坏一下他的现在这种风劲儿哈。对，这个打得有点疯狂了。对，下一轮接发球非常重要。啊，第一个接发球，对，看看能不能盯住。对。现在看来啊，日本乒乓球啊，一直这样坚持多少年啊？终于在这次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全面崛起，啊，包括男子单打这个丹羽孝希也战胜了许昕，但是我想呢，这个亚锦赛呢，只是一个小考，或者说中考，真正的考验是在五月底的德国杜塞尔多夫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当中。而且这次啊，咱们输球的主要原因就是五局三胜制。这个偶然性太大了。我看也不完全，就是，我觉得可能那个球的影响会更大一些，因为这一段这帮咱们这些队员也确实是很不容易。嗯。也在很短的这个一两个月当中换了三种球来打，所以他们对这种球的那种控制力。这现在还是塑料球吗？新塑料球。都是塑料球，但它材质上可能有一些不大一样。我们来看第一个接发球啊，长球。哎呦，还是没使上，没兜上劲儿啊！这个平野多贼啊！对他老是，咱们现在队员都是有点等他这球什么样，不是很积极的去拉完了，我主动去衔接，老是。今天现那个和朱雨玲打的时候，也是这个长球始终接不好。是吗？他一局吃四个，一局吃三个。对他不敢加什么。两个吃，直接。这球能不能正手接呢？应该可以啊，后来、啊、正手后来那个这个丁朱雨玲侧身一个让他堵了一个，哎呀，不好。好球。这球在相持当中，陈梦的反手弹技，也是他的得分技术。是。而且陈梦的反手下意识的球在女的里特别好，有时候大脚你感觉他这个已经不可能过来了，突然下意识，而且过来球质量非常高。现在8-10，陈梦还有两个发球啊，最关键的是怎么拿下第一分。还得有点晃他，需要胆量。对，而且在敢变。对。正短回摆，好的，拉起来，哎呦，就上了，又一个擦网，他有的时候真是很难说，他这个擦边擦网真是。我这球陈梦拉的还是质量很高的，大家来看，在这球回板的很好，对，哎，这下你看没甩中间好了，防了个擦网，这个拍就没办法，日本队的特长。这样平野现在2-0领先于中国选手陈梦。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在无锡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为您带来的第23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的女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由中国选手陈梦对日本的平野美宇。现在比赛进行到了第3局，前两局是日本的平野美宇17岁的世界杯的冠军领先。那么下一局陈梦是否能够有这种脱胎换骨的一个表现，还是要有一些大的改变？就目前来看，我觉得就是一下大的那种特别大的改变也不是很容易，现在还是能把比分牢牢地咬住。嗯，看看能不能从咬回一局，敢从正手位置中突破，第一摆上手就往他正手去拉，完了主动的再压回来，或者连续给他两个正手，完了再压回反手。
他现在啊，需要从他中位看看能不能突破。由这个需要有两个这种强势的球，就我特别上风，或者说我到底靠什么赢你的球，要找平野的一个致命点，是吧？他最致命、最怕什么？这时候你必须要能够抓住他，或者能够放大他，你才能找到突破点。现在始终呢是在打，但是就是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对，而且明显的是人家先手占多。对。哎呦！这球平野美宇啊，真的是打神了，打幸了，打出了神话。嗯，这真幸了，这个、现在挺难挡住他的。
at sink.
董事长尹介栋先生为获得冠军运动员颁
为获得冠军的运动员颁发金牌。Present flowers and gifts to the third place winners.
有请上海新英航运经纪有限公司主席纪文元先生为获得季军的运动员颁发红牌。Now let's welcome Mr. Fan Ji, Chairman of Shanghai Sea Shipbroking Company Limited, present bronze medals.总经理楼世和先生为获得亚军的运动员颁发鲜花和礼品。Now let's welcome Mr. Lou Shihe, General Manager of Shanghai Double Cabinet Company Limited, to present flowers and gifts to the runner.人民政府副市长刘霞女士为获得亚军的运动员颁发银牌。Please welcome Ms. Liu Xia, Deputy Mayor of Wuxi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present the silver medal.董介栋先生为获得冠军的运动员颁发鲜花和礼品。Now please welcome Mr. Ming Jiedong, Chairman of the Aviation Loan, to present flowers and gifts to the winner.刘同先生为获得冠军的运动员颁发金牌。Please welcome Mr. Liu Tong, Deputy Director of Jiangsu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s, to present the gold medal.球联盟主席、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蔡振华先生为获得冠军的运动员颁发女子单打冠军奖杯，好友方金国杯。Now please welcome Mr. Tiger Hua, Vice Minister of General请全体起立，升旗奏日本国歌。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stand up for the national anthem of Japan.Thank you.
把掌声送给获奖运动员，也再次感谢颁奖嘉宾。Congratulations and thank you。观众朋友们，精英航运第23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颁奖仪式到此结束，谢谢各位。That's the conclusion of the award ceremony.